列位，欢迎来到这里说事。今天啊，我们来聊聊叙利亚。大家知道，叙利亚这个国家这几年实在是不太平，仗已经打了好几年了。哎，好在啊，现在整个形势朝一个和平状态发展了，可能再过几个月，叙利亚已经可以迎来彻底的和平了。在这个当口啊，很多中国企业乃至中国政府已经坐不住了。大家说，重建叙利亚绝对是一个好机会。被五六年战争打得千疮百孔的叙利亚需要一个长达十年的恢复重建期，这样一个大生意如果中国能抓过来，无论对于中国企业来讲，还是对于咱们这个一带一路政策来讲，都是一个重大利好。当然讲到这儿，很多人也说叙利亚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美俄两大巨头在那里角力，旁边一堆国家虎视眈眈，而且现在国内的这个反对势力啊，反动武装还是一堆，中国现企业现在去安全吗？能挣到钱吗？而且大家也说了，现在叙利亚一穷二白，政府也没钱，咱们去肯定得咱们出资金，咱们出人力啊，甚至咱们出技术，咱们出各种的乱七八糟东西，将来能不能挣到钱？我跟大家讲，搞重建这种事儿啊，一定要有长远的目光，一定要把这个战线拉长，拉到十年二十年，一定会有非常丰厚的回报。怎么讲呢？我们可以先不说叙利亚的前景，我们来讲讲当年的伊拉克重建，中国起了多大作用。讲起伊拉克重建，大家知道03年伊拉克仗打完之后，美军又在那儿待了好几年。03年的时候，中国在伊拉克问题上基本上可以说任何发言权都没有，整个国际的舆论也认为啊，美军打伊拉克主要目的是看好了伊拉克重要的石油资源。那么按道理讲，大家也说了，美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萨达姆政权推翻了，又死了那么多美军，可算把伊拉克这块弄下来了，那么美国在伊拉克石油上应该占最大比例吧，应该攫取最多的财富吗？可是后续的发展我们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从08年开始，伊拉克要就战后重建了，这个时候中国政府就当断则断的直接介入。从07-08年开始，伊拉克战局基本稳定下来了，伊拉克需要大量资金开始战后重建了，这个时候中国政府当仁不让的在伊拉克问题上下了重注啊。大家知道，对伊拉克人民来讲，美军虽然算是解放者，但是美国对他们来讲也不是一个好词儿。可是中国那可是兄弟一般的存在啊，中国又没打你，中国还给你钱，给你人，给你技术啊，来给你投资，来给你重建伊拉克，所以伊拉克人民特别欢迎中国人去。于是呢，伊拉克大量的油田政府基建项目牢牢地把握在中国企业手里，中国在伊拉克常住人口就有1-2万人之多，仅到2012年，中伊贸易总额啊就上升了34倍之多，而同期美军是占领伊拉克了，他的贸易才增长了5倍多而已。伊拉克经过这么多年的战后重建，石油生产能力啊基本恢复起来了。今天的伊拉克石油产量大概是全球的4%。可是大家知道吗？这个接近全球4%的石油产量，有一多半是运往了中国。换句话讲，很多人都抱怨说啊，在伊拉克战争之前，美国是伊拉克最大的石油出口国，中国基本那个时候跟伊拉克一点石油都进不了。可是美国好不容易把伊拉克打下来之后吧，这个胜利的桃子让中国摘去了。今天由于美国本身自己也生产石油了，美国已经慢慢变成一个石油出口国了，所以美国基本都不怎么从伊拉克进口石油了，反而让中国把伊拉克这巨大的石油利益给拿过去了。所以啊，当2-3年之前，这 ISIS 在伊拉克又重燃战火，伊拉克很多地方又受到各种武装侵袭的时候，美军又准备说派兵还是不派兵，打还是不打，美国国内很多政客都纷纷发言说，这把不能让美国打了，现在咱们美国在伊拉克没啥利益了，要打也得中国政府去打了。这也难怪啊，特朗普一上台就说，现在中国和美国的关系就是美国在前面打仗，打完仗呢，所有经济利益让中国给拿去。所以大家看到了吧，既然美国还勇于在全球搞他的霸权，那么好，我们就在全球搞我们的经济。所以伊拉克重建我们摘掉胜利果实了，这次叙利亚重建我觉得我们也坚决不能放弃。